繁华，总是惊鸿照影，情根难拔。啊，情深难免害怕，偏偏还故作豁达。我早已经丢盔卸甲，只想生生世世在你的耳畔悄悄说情话。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，从青丝一路到白发，写到是寻常人。什么事？啊，不好，曲大人带着圣旨来搜府了。曲江林，他究竟想干什么？随本王去看看。等等，王爷切记，他若想搜，便让他搜个遍，勿要留下画柄，让父皇知道八王府的清白。本王的事不劳先生操心，先生雪原静候。许大人如此阵仗，是想抄本王的家吗？哼，下官不敢。大人有太子这样的女婿，还有何不敢？下官只是奉了皇上之意，到八王府来搜查我镇魂珠的下落。这镇魂珠，到底是本王的父皇要搜，还是许大人要搜？如果王爷心中没鬼，就请八王爷不要为难下官。哼，请便。谢八王爷，仔细搜查。王爷，难道真的任由他们就这么胡闹吗？先生说的没错。若是本王不许他搜，反而显得心里有鬼。楚家刚才看到刘畅先生他，此事以后再提。是。禀大人，里里外外全都搜过了，并无发现。嗯？什么？莫非镇魂珠已然不在霸王府？莫连城向来诡计多端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需亲自确认一下。曲江林何时习得了此种高深莫测的邪术？大人接下来莫非要搜本王的身了？老臣也是奉旨搜查，今日多有得罪，告辞。走。刘浩，
速随本王进宫。王爷为何现在急着进宫？曲江林来本王的府上这么一折腾，却什么也没有搜到。本王理应就回禀父皇，以防曲江林恶人先告状。还是王爷思虑周全，属下这就去备马。公主殿下，老爷吩咐任何人不得靠近二小姐的房间。不想死就给我让开，小心我的鞭子。公主息怒，老身参见公主殿下。你以为你就能拦得住我啊？公主殿下息怒，是这样的，孩儿昨日玩耍的有些累了，特地交代不让任何人打扰他，而且老爷离府的时候也特地交代过了，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檀儿休息。所以如果我说我今日偏要进去呢？公主，要不您稍安一下，待老爷回府之后呢，我们再……你以为曲江临来就能拦得住我吗？让开。人都拦不住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低着头干嘛呢？数蚂蚁呢？跟个人都跟不住，你看人家那气势，学着点，跟娘娘。曲桃，曲桃。哎，小谭。公主殿下，静心，不用跟这个小三客气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老娘今天心情不好，没空跟你兜圈子。小谭，怕什么？我今天是替刘商先生来转告你一句话的，让你好好跟着八王爷，不要再想他了。原来你是跟老娘来示威的。这个臭渣男还说什么要保护我，我告诉你，他今天套路我，他以后也会套路你的。我诅咒你们全身的毛都变成原谅色。一个男人而已，至于这么狠毒吗？心疼了吧，我就是要骂他，大骗子，臭渣男，流氓，我恨死你们了。小谭，小谭，你不要生气了，不是还有我在呢吗？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我陪你一起骂那个大坏蛋。静心，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。哎呀，好，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。你们东岳人就是麻烦，明明两情相悦，婆婆妈妈瞻前顾后的，真是令人头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什么两情相悦，婆婆妈妈的？本公主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今天我就实话告诉你了。刘商先生其实从来不曾答应与我和亲，他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人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俩都那样了，怎么心里还只有我一个人呢？时至今日，本公主才明白嫉妒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。刘商先生是因为身体原因才骗你说与我和亲的，他其实是想在消失前把你托付给那个八王爷。消失？什么消失？大概跟死差不多吧。换作是我的话，哪怕只有一天，也要和心爱的人守在一起。用不着你叫我怎么做。他现在哪儿？八王府。哎，小谭，现在曲府外面守的全部都是人，你要怎么才能出去啊？求我？哎呀，公主
殿下，老实免了。最讨厌你东岳这些礼仪，蛮夷之地，一点礼仪都不懂。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呢？低着头数蚂蚁呢？走个路都跟不上，搞得我气势全没了。还不快跟上！刚才他说的话，是不是我说过的？走啊！你学学人家那气势，走，跟紧点，对你们简直太好了。你过来。今日的事多亏有你，大恩不言谢，我得赶紧去找他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等一下，我还有句话想说。你不会要反悔吧？本公主说话一向一言九鼎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刘商，不然我还会回来抢走他的。好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我话说完了，告辞。檀儿姑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先别管这些，我问你发生什么事了？刘尚先生呢？今日许大人来府上搜查，从许大人进府就没看见刘尚先生。下一副憔悴的面容，为何你却无动于衷？是否爱我已变得太沉重？大雨将至，变得灰暗天空，笼罩躲不开的伤痛，心终于掏空，陷入一个偏执的黑洞，坚强编织各种理由，总有太多讽刺的举动。爱到陌生让我变得懵懂，这好像是第一次我来找你，你却不在。我竟然现在才发现，以前每一次都是由你来追寻我，把我拉回你的身边。不管我怎么任性，怎么不信任你，怎么怪你，你都对我不离不弃。自从我来到东岳，莫名其妙的成了曲檀儿，不安的生活在这个陌生的世界，你其实一直都是我的精神支柱。我无法想象，如果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要怎么面对一切。这次就由我来追寻你，由我来把你拉回身边。不管你发生了什么，我请求你让我陪在你身边，哪怕多一天都好。如果你回来看到这封信，请你等我来找你，务必，务必。陷入一个偏执的黑洞，
牵强编织各种理由，总有太多讽刺的举动，爱到陌生让我变得懵懂，幸福落空留一只风，梦不过就一次放纵。到底你懂不懂我的懵懂，都因你的沉默，为何你还不懂，给我一个温柔相拥。到底你懂不懂我的心痛，都因你的挥霍，爱不爱我开始不懂。到底你懂不懂我的懵懂，都因你的沉默，为何你还不懂，给我一个温热相拥。到底你懂不懂我的心痛，都因你的挥霍，爱不爱我开始不懂。到底你懂不懂我的懵懂，都因你的沉默，为何你还不懂，给我一个温热相拥。到底你懂不懂我的心痛，都因你的挥霍，爱不爱我开始不懂，爱不爱我宁愿不懂。啦啦啦啦找不到你，你也不来见我，程程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程程，程程，是你吗？又是你，小丫头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
是遗忘坠入记忆场。前辈，是前辈回来了吗？啊，我刚刚不小心把药打翻了，再帮我煎一副吧。好吧，我去煎药。谁蛊惑痴念荒诞如笑话，本脆弱颠沛流离的变化，不斗转已释然，是是非非的过往，放执念化成墙，何必思量这一抹伤，曾炙热如清凉，向往怎会翻心吐红了眼眶，这一抹伤铸成了内心的坚强，刺不穿那心底的冰凉，不过是凡尘中的迷茫。如果你到底从哪里学的这种狗血剧情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你是不是被自己感动到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再自以为是了。程程，让我照顾你吧，好吗？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走啊！已释然，是是非非的过往，放执念化成墙，何必思量？好，这一抹伤，这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向往怎会翻心吐红了眼。心的坚强，刺不穿那心底的冰凉。这一抹伤，曾炙热如清凉，向往怎会翻心吐红了眼眶？这一抹伤，铸成了内心的。坚强刺不穿那心底的冰凉。他儿，不过是对不起，的迷茫，我没有能力再保护你了，再也没有了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回去了？你让我回到哪儿？你的身边，不就是我应该回到的地方吗？混蛋，你是不是还想赶我走？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爹，那个公主啊，蛮夷之地来的人，一点礼仪都不懂，我们根本拦不住。老爷夫人，你看看，又来拦了。二小姐呢？二小姐她身体不适，正在卧床休息。这刚才还好好的，这会儿
怎么不是了呢？有可能是昨夜改了风寒。哎，夫人，起来，装什么装你？哎，老爷，你去哪儿啊？老爷，一怀哥哥，用些点心吧，都是你平常喜欢吃的。盼儿，本王忽然想起，你好似已经多日没回府上了，不如今日本王陪你一同回府一趟可好？真的吗？你是确实想要陪盼儿回府，还是挂念曲檀儿？你既已猜到，又何苦说破？如今你已经夙愿得偿，成为了太子妃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罢了，盼儿与你回府便是，但还请夫君在家人面前替盼儿留些颜面。去救人呐，放肆！跟着本尊去救刘商，本王为何要信？你猜一猜，去了就知道了。王爷，恐有陷阱。本王疑惑太多了，今日必须做个了断。檀儿，你就不能温柔一点？谁让你联合别的女人骗我，还想把我扔下？你以后就只配这个袋子。檀儿，对不起，我追寻你，从玄灵大陆去到你的世界，又追寻你，从你的世界回到了东岳，就是为了不再失去你。或许是我太过于自负了，我之前自以为你就应该是我的，我自以为只有我才能保护你，所以才浪费了那么多时间。回过神来，我却已经成了这个样子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你把我当成了谁的替身，所以不敢和你敞开心扉，甚至还故意和你闹别扭。但是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我爱你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不管还有多少时间。你这甜言蜜语倒是想跟我学的，不过我跟八王爷分明就是一个人，你哪有什么理由说你喜欢的是我，要跟我在一起啊？莫非你是喜欢我那个刘商的面具了？我喜欢的不是刘商，也不是八王爷，而是那个来东岳之前经常带我吃好吃的，给我做早餐，假装欺负我却一直保护我的人，是那个来到东岳之后默默给我送花送生活用品，为了保护我甘愿屈尊做一个谋士的人。檀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找到了我，才没有让我错过
此刻的幸福。不出所料啊！此前正是老夫用法力搜出离魂箫的地方，现在果然也是藏匿镇魂珠的所在。八王爷，看来你早就知道镇魂珠的秘密了，老夫今日怕是留不得你了。曲大人，你突然到访，意欲何为？曲老头，你个老乌龟，你就不怕程程让皇上砍了你的头吗？少废话，穆连城，还不快把老夫的镇魂珠交出来！镇魂珠，曲大人说的话，本王倒是听不懂。好，既如此，那就休怪老夫心狠手辣。程程，程程，好闺女，嘿嘿，你今日可帮了为父的大忙了。嘿嘿，曲江林，在本王面前竟敢放肆！八王爷今日让老夫发现了这么大个秘密，老臣喜不自胜，不得不放肆一下。快放了他！嗯，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个地步，老夫放了他还能走得了吗？你给我全降住了！想要他活命，就拿镇魂珠来换。前辈，哎呀，曲大人，镇魂珠可以给你，檀儿必须还给我。只要镇魂珠物归原主，檀儿的安危自然不必担心。镇魂珠果然在这儿，这就是镇魂珠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已把镇魂珠交付于你，檀儿必须留下。把檀儿和镇魂珠一起带走，快！你敢？檀儿，程程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没想到他的内伤如此之重，如果他不在了，那丫头恐怕也活不了了。小子，只有你才能救他的命了。风模糊的一段，这容颜已受。
风归去来兮。